救再给他们好吗？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谷爱凌，很高兴由我来颁发 Trendsetter Award 年度潮流引领者奖。我觉得一个潮流引领者，他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。这位获奖者，他不仅在演艺事业中勇于突破，在时尚风格上更是引领风潮。今年他又成功让新中式和传统美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潮流。这位获奖者也是网络热梗出圈第一人，让我们有请杨幂上台领奖。恭喜演员杨幂，请杨幂上台来领取奖杯。好，请两位一起合影留念。恭喜杨幂，也谢谢颁奖嘉宾谷爱凌。幂有没有心情要分享？好，谢谢杨幂，来，掌声再次送给杨幂。谢谢，谢谢谷爱凌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 Athletic Excellence。